我静静地望着天空，试着寻找失落的感动，只能用笑容期待这雨过不尽的彩虹。应该吧。对，我从第二张专辑就认识你。对对，那时候是在录影的时候，而且那时候我觉得你非常的油条。好，你觉得我很做作。对，我觉得他很做作，然后跟他聊天好像在记者访问一样。就没想到我们到现在还是很好的友情。但是我觉得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，你知道吗？对，为什么？因为在2006年的11月17号是你唯吾独尊的小巨蛋的演唱会。啊，已经过一年了。可是今年的2007年11月17号是罗志祥秀 on stage 的演唱会。对，我们真的是好朋友。是好朋友。是好朋友。而且那时候是我当年的嘉宾哦。对，是吗？第一场。对对对对 对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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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没错。就是墨镜歪那边那一次。所以我不敢再戴墨镜了，除非他长针眼啦。可是今天换你当我嘉宾，对，所以我觉得今天是一个还蛮特别的，一年嘞。对，很开心看到，其实从我在杭州看小猪的表演到现在，我觉得他是越来越有巨星的风范。哇塞！主持在棚内跟他玩真的是不一样。对，棚内会比较那个搞笑一点嘛。对，台上 他是不是真的很棒，很努力？